咁啊，每一年咧，我哋都會舉行嗰個鼓王群英會，啊，請到世界各地嘅孝敬我嘅精英，啊，同埋中國內地嘅孝敬我精英，啊，做精彩嘅演出。咁啊，今年嘅鼓王群英會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喺不久之前咧，受到嗰個北京國家大劇院嘅邀請，去參加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辦嘅國際打擊樂節啊，咁咧我哋會有幾位敲擊樂嘅團員咧同我一齊去到北京咧做一場嘅精彩嘅演出。呢一場嘅節目咧，我哋喺北京演出完咗之後咧，就會翻返嚟香港，喺鼓王群英會嘅演出當中咧，喺香港咧表演俾香港嘅觀眾咧嚟欣賞。除咗我哋自己有一啲新嘅曲目做一啲精彩嘅表演例如咧就係由張浩夫先生咧創作嘅《锣鼓经》，同埋咧有郭文景先生咧創作嘅戲。另外咧，我哋亦都專登委約伍卓賢先生咧幫我哋咧寫一首具有香港特色嘅新嘅孝敬樂嘅作品咁啊，到時大家咧可以睇到嗰啲新作品嘅嗰啲表演。另外咧，我哋亦都每年咧都有鼓樂24式嘅比賽。喺舊年嘅比賽當中咧，咁北京嘅黃貝貝小姐咧就喺嗰個未來鼓王爭霸戰嗰個比賽當中咧攞咗冠軍。我哋今年咧就會邀請咧黃貝貝小姐咧嚟參加我哋嘅鼓王群英會嘅演出。到時大家可以欣賞到嗰個未來嘅鼓王嘅風采。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亦都會舉辦第八屆嘅香港活力24式嘅鼓樂比賽所以因此嚟講咧，今年嘅活動咧亦都非常之精彩希望各位觀眾咧到時咧嚟捧我哋場。